你把那个鼠标线重新插一下，就那个，就那个红色线。不会拉肚子。那个什么，让小九先跳个舞吧，我随时你尴尬了，酒也没了，我操，真的是，对不对？尴尬什么呀？我觉得很好呀。你们觉得很好呀，对不对？很好的，试一下呗。音乐奏起来，以后不要穿短袖。为什么腋毛吗？我本来就是腋毛女神呢、啊。你放音乐啊，先跳个舞，操，真的是。本来就是腋毛女神。先把今天的节目先盘起来。不搞。嗯。今天我是 cosplay PDD 大哥，真的是，只不过是上面审核标题的人他不让我改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别人都可以改叶梦蝶，为啥我不能改 PD 飞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来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今天是 cosplay 那个 PD 飞哈。